迎接后疫情，国人旅游大爆发，远雄悦来大饭店斥资了数亿元完成全新大厅、客房、自助餐厅以及休闲娱乐，从10米高热气球现代装置艺术、五大洲风味美食佳肴精选、各式风格亲子的主题房型，还有适合大小朋友的休闲娱乐馆，成为岁末年中欢庆圣诞以及迎接新年的最佳选择。远雄悦来大饭店庆祝20周年，斥资数亿元打造新样貌，从10米高的热气球现代装置艺术、五大洲风味美食佳肴精选、各式风格的亲子主题房，还有适合大小朋友的休闲娱乐馆，成为岁末年中欢庆圣诞及迎接新年的最佳选择。我们这次是用环游世界80天的一个概念，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热气球，我们希望带领游客到花莲以后可以有一种探索跟发现的一种旅行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不管在餐食上面以及房间的陈设上面，都会有让你焕然一新的感觉，甚至有一点点丛林风的探险。饮食的部分也是以亚洲区或者是五大洲的饮食作为替换代替，这样子让你感觉好像你在吃环游世界、吃各地的美食这样子。那房间也是好像是到了国外一样去住不一样的一个环境，让你有一种离开城市的一个方向，然后小朋友在这边也有一点点活动啦，甚至说有结合海洋公园的一些互动的游戏，那他感觉上是不是纯粹来休闲，小朋友有一点点在探索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向这样。远雄悦来饭店表示，从2020年开始启动20年来首次大幅度的改装工程，参考国际度假旅游体验与奢华酒店趋势，不仅从客房、餐厅进行全面升级调整，更逐步导入客房数位设备，调整餐厅空间还有餐台设计，强化娱乐休闲分龄设施。改装后的远雄悦来大饭店，除了超吸睛的大厅热气球现代装置艺术，更宽广舒适的风味美食餐区，在客房部分也有多项主题，包括野奢风格亲子主题房、探索庭园客房、悦来环宇探索客房等，每一个房型都让人感到惊喜。岁末年终欢庆圣诞，或者是迎接跨年，甚至于是农历新年，远雄悦来饭店成为国旅新亮点。谢瑞慧，收香报道。